艺术啊，其实艺术看个人观点啊，比如说某幅画，这画呢，我的感觉，但每个人感觉不同，我的感觉，哎，它就是这么美，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，但是有些人感觉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，但观察力也是其一，再就是每个人对他那种美感跟他的作画 都有不同的地方，那艺术是很笼统的，很笼统的啦，因为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呈现艺术，只是说看个人的感受不同。不要讲。